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今天又到了一批狠货，华为的官换全新机。Nic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晨北阿赖。今天我拿了一批华为的官换全新机回来，而且这个价格也是跌到极点了，跟市面上的华为二手机价格都是差不多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些成色，肉眼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瑕疵，达到一个新机的标准，但是我们还是当作二手机卖。真的是很完美，封包可以当做全新机了。这种机器真的是很吃香，都是23年出厂的，未使用的状态，还贴着出厂膜。像我手里的这一台是紫罗兰的颜色，屏幕是 6.62 英寸的 OLED 全面屏，是直屏的，支持指纹解锁和面部解锁，搭载的是麒麟990的芯片，使用起来也是很耐造的。后置摄像头是使用超广感的徕卡三摄，4000万像素，拍起来很是高清。像这台 Mate 30 5G 版本的8+128的话，价位在2350，你们可以去对比一下其他卖二手华为机器的商家，看看价格吃不吃香。这种是未使用状态的，可以当作全新机，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按照二手机来出售。256G 的话在2680，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是性价比超高，未使用状态，是全新单机，我们这边也会送配件40瓦的超级快充。这一台就是 P40 的深海蓝的颜色，8+128的，搭载的也是麒麟990的芯片，跟 Mate 30比起来的话会小一点，这个握持感会好很多。像 P40 的话 5G 版本的8+128价位在2200，256G 的话在2550。大家觉得这种华为官换全新机怎么样？可以打在评论下方。今天拿了有20来个吧，像这一台已经是客户预定了 ，Mate 30 8+256的，亮黑色，看一下，出厂日期还是23年的2月份。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些苹果机现货，这只是一小部分的，有一些我没拍出来。13 Pro 还有13 Pro Max， 13 Pro Max 真的是13香，卖了非常非常的多。好的机器肯定都是需要精挑细选的。我们这期视频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